大家好，我是 Roco Coco， 欢迎收看我今天的视频。这期视频呢，我是来帮助所有的姐妹们解决你们的终身大事的。我要来教你们怎么让自己喜欢的男生喜欢上你，更准确的可以说是怎么让你喜欢的男生主动来追求你，听起来就很有诱惑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问 Coco，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解决好了吗？你就来教我们怎么样泡男人。一个人在异性的眼中是否有吸引力，真的不是他有没有对象来作为评判标准的，有可能真的是看不上身边的人。感情保有一个宁缺毋滥的态度是最好的。但是如果你已经遇到了那个你喜欢的人呢，千万不要放过他。今天我就要来教姐妹们如何让自己喜欢的男生主动来追求自己。就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呢，我是一点都不支持女生倒追男生的，因为男性和女性的思维真的千差万别，男人这种生物真的是太过于理性了。一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，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并不感兴趣，但是如果这个男生展开了一个长久的追求，一直长时间的对这个女生很好呢，这个女生就非常容易感动，一感动的话这个女生就可能会被这个男生追到。但是男人不会，他可能内心真的因为你对他好而感到感动，但是他依然不会喜欢你。如果你跟一个男生告白，然后他非常直接的告诉你，对不起我不喜欢你，那我只能说你遇到了一个好的男人。最害怕姐妹们遇到的事情就是这个男生明明知道你喜欢他，然后他无条件的享受你的爱带给他的关怀和关心，从来不和你划清界限，而且不停的给你希望，但是绝不和你确定男女朋友的关系。这种人想都不要想了，渣男。因为一个男生如果真正喜欢你，是绝对不会让你这样猜来猜去的，他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才是他的女朋友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你追求成功，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，但是这个男人呢，因为你的爱来得太容易而不懂得珍惜你。相信我，有时候人真的就有这么贱。所以算来算去，女生倒追男生都是一件比较吃亏的事情。所以大家呢，把这个思维我们转换一下，我们想办法让他来主动追求你。我们要通过心理暗示让他觉得他爱上了你。首先我们要了解男人的思维方式，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比如说一个美女向我们迎面走来，那我可能会立刻注意到她的口红色号，她今天穿的裙子，她手上拿的包包是什么牌子，她的指甲是什么颜色，她今天穿的是高跟鞋还是平底鞋，她有没有戴戒指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耳环，这些细节都会很快的被我们捕捉到。但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，他只会看到三个点，脸、胸部、腿。所以看待事物，女人一般是先看细节，而男人是看整体。所以这样男人看事物就没有我们细致，他会忽略掉非常多的细节。我们要利用的恰恰就是这一点。威尔史密斯呢，在2015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做《焦点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。这部电影呢，讲述了就是威尔史密斯，他是一个高级的骗子，他呢就通过各种心理暗示去骗那些富商富豪，心甘情愿的把钱全部拱手交给他。这部电影里面就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桥段，就是讲了威尔史密斯和他的女伴还有一个亚裔富商去球场赌球，然后威尔史密斯在这一场赌博当中呢，输的可以说是一蹶不振，然后威尔史密斯就和这个亚裔富商打了个赌，让他已经情绪崩溃的女伴呢去猜一下这个富商他所选中的球衣数字，结果这个女伴就在非常非常多的数字当中一下子选中了数字55，当然这个数字就是那个富商选中的数字。然后那个富商非常的惊讶，说你一下子居然真的能够从那么多数字里面选中我选的那个数字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他非常开心的给了威尔史密斯一大笔钱，而且要带他去拉斯维加斯赌博。最后威尔史密斯跟他的这个女伴解释呢，是因为他通过了一种心理暗示让这个富商主动的去选择了55号。这个富商在过去的几天时间，他看55这个数字已经看了不下100遍了，但是他自己全然不知。这个亚裔富商入住了酒店门牌号，为他开门的门童工牌号，他所吃的食物，他看见的路灯，甚至是他晚上叫到酒店的妓女屁股上的纹身，全部都非常隐秘的写着数字55。所以他在赌场上选球员数字的时候，很自然的选择了55号。基于刚才我讲的那个电影桥段，我们来讲今天催眠法的第一个步骤：行为同步跟他的潜意识对接。行为同步非常好理解，比方说你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吃饭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戴了一个眼镜，他可能会这样去推一下自己的镜架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撩一下你眼睛旁边的头发。如果这个男生不小心皱了一下他的鼻子，那你就可以非常自然的这样去揉一下你的鼻头，和他的那些小动作呢，非常自然的做到一个同步。但是这个时候姐妹们一定要注意，潜意识只有在他非常松懈放松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悄无声息的去影响他。一旦这个潜意识感受到了危险信号，他就会立刻亮红灯，产生一个很强的阻挡心理。
所以你千万不要让这个男生觉得你在模仿他。你的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，你要非常的自然，行云流水。你和他的动作不要做的完全一致，你只要很自然的去和他互动就可以了。这些小细节呢，他的主观意识一定不会注意到，但是他的潜意识会觉得他跟你非常的合拍。那这些小动作上面的行为一致呢，是一个非常入门的同步法。如果你已经混到了大师的级别的话呢，你可以捕捉到这个男人说话语调、他的语速、他最常用的语气词的啊，然后你可以把这些语速、语调、这些语气词全部用到你自己的说话当中去。而且如果是那种多人的环境呢，你甚至不用跟这个男生直接说话，你可能就是在你跟你旁边的这个闺蜜在聊天，她可以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环境里立刻感觉到你和她非常的合拍。在心理学上这个就叫做心锚作用。第二步就是发挥你的女性魅力，让她被荷尔蒙吞噬。男人永远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有一点失望，但是男人的大脑里面装不了几个东西，性就占了大部分的容量。一个男人如果对你的身体完全没有欲望的话，他就更不想去了解你的灵魂了。所以你在和你喜欢的男生相处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尽量的去展现你的女性魅力。你要迅速的捕捉你身边可以利用的一切道具。比方说你在和这个男生吃饭，那你们可能会喝一杯红酒或者是点一杯饮料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拿着水杯，不要就这么拿着，聊天的时候拿到胸口这个位置就可以，就这样画圈聊天，很自然呢。你还可以涂上非常好看的口红颜色，然后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你相信我，他一定会看到你的红嘴唇的。或者是女生聊着聊着拨弄一下自己的头发。如果你是一个魔鬼呢，那你出去的时候还可以吃个冰淇淋，或者是吃个棒棒糖。第三步就是及时刹车，等他反应。一定要做到点到为止，见好就收，给这个男人一点反应的时间，让他回去自己琢磨，觉得我对这个姑娘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，然后你等她来主动找你聊天。第四步呢，叫做忽近忽远，琢磨不透。那刚刚她开始找你聊天的时候呢，你不要表现得特别激动，就是那种哇，你终于来找我聊天了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啊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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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当她发信息找你聊天的时候呢，你甚至不用秒回她，你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，听首歌或者是去吃个饭，然后再回来回复她说啊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和我的闺蜜出去吃饭了，我现在才看到信息。你这么回她呢，会告诉她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她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你有你自己的生活，你的生活非常丰富，而且你现在的生活呢，她并没有参与进来。男人都是有非常强的占有欲的，当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占有你的时候，你反而变得更加有魅力了。但是切记，这一招呢仅限于你们两个刚刚开始聊天的阶段，你也不要一直对人家忽冷忽热，不然的话你们两个怎么进行下去呢？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下一个步骤，第五步，持久保鲜。经过步骤四，你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独立、有魅力，而且略带神秘感的形象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们两个已经可以到后期开始非常开心的聊天了。那这个时候聊天呢，你一定要适可而止，不要一个通宵都在聊，不要一整天都在聊，不要把你从小到大的故事全部都一口气讲给他听了。永远不要让这个男人吃饱，一定要吊着男人的胃口，这样呢他就会非常的期待下次再与你聊天，或者是下次再与你见面。做到了以上五点，相信我，很快他就是你的了。在一起之后，他也会觉得他是真正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才追求到你的，他有过付出，他才会对你更加的珍惜。OK， 以上就是全部的招数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希望所有的姐妹都早日抱得美男归哦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